係 Glock 21 Gen 4 嘅四。雖然是45，但是它的 recoil 非常好，它做到这个现在是新的设计，你看弹弓是两个程、段落去后座的，它减了它很大的后座力，令到这个呢是 很 soft 很软，你感觉不到它是打紧45的，好像是打紧40或者是9mm大火力的9mm那么上下，所以是这支枪是做得挺好的，很舒服啊。Thank you.